你们懂这段的意思吗？这段的意思指的就是这些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不应该发生的关系，听懂意思吗？就不知道谁是谁了，就发生就关系很乱的，就是第三条戒不邪淫那个都犯了。好，继续。这一段的重点讲的是杀业，对吗？已经不选择对象了，都会乱杀。不晓得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情景？有哈。现在泰国那边也有，就是说儿子杀父亲，儿子女儿杀母亲，这样有啊。他们有些时候只是小小的事情而已，比方说要买手机，爸爸妈妈没有给钱，就怎么样杀掉了，或者被爸爸妈妈怎么样呢？就唠叨一下，就把他杀掉了，这样是慢慢，常常怎么样呢？看到啊，这就是有关杀业的部分，而且有些人当看到了这些消息。当然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做呢，但是有些人变成刺激他们的烦恼，变成模仿的行为，听得懂吗？现在在很多地方看到新闻，本来我不想做这个，但是当我看到了这个新闻，哎，可以这样做啊，我就模仿，这样子也有。好，我们继续做，继续念啊。好，先到这边啊。这个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在十岁的时期呀，他们会有七天很重要的七天啊，那个叫做什么七日的刀中节，在这个七天呢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。为什么？他们会把对方当做什么野兽，就不是把我们认识的当做人了，都当做什么野兽的。 好，我们继续念哦。先到这边，不好意思。然后他就怎么样呢？用刀就乱杀了，乱刺，看到谁就乱杀了，因为这个是野兽，这个是野兽的关系。前几年在捷运也有发生事情，对吗？对，那个时候我们搭捷运发现大家都没有看手机了一段时间了。好，我们继续。然后呢，会有一群人想说，你们怎么会这样做呢？这样不行，也怕人家来杀自己，他们就躲在森林里面去了，就躲了七天。之后呢，他们就慢慢出来，然后看，哦，我的亲戚还在，我的朋友还在，就互相拥抱了，你还在啊，就哭出来了。
然后就看互相告知怎么样的，我们这样不行，我要改变社会，也要我们也要改变所有的环境，才开始慢慢持五戒。当开始慢慢持五戒之后呢，人的寿命就怎么样增加，记得吗？它是怎么增加？十年，如果是减的话，100年减一岁，对吗？如果是减的话，如果是增加的话，一倍，记得吗？就是100年加一倍，记得吗？啊、哦。哦，像我们呢、啊，我们现在是往下的，不是往上。嗯，谁懂数学？应该是加2倍是吗？应该是说要加2倍是1倍，就乘二。嗯，对，就乘二。那时候原来是到了100岁，100年以后就被20岁。啊，对，20岁，然后是40岁，这样等。对啊。那。什么看到希望？你要啊？要先往下。现在对啊，走下坡的现在。嗯、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哦。哦，75岁这样。刚才经典所形容的，我们慢慢看到了，它慢慢清楚了哈，蛮危险的。然后上一次有讲过有关那些佛陀啊修功德波罗蜜的量词，对吗？阿僧祇劫那些量词啊，所以佛陀要修很长很长的修功德波罗蜜很长的时间。那么是不是每一尊佛陀都花一样的时间来修功德波罗蜜、一样吗？应该是不一样、哦、在经典里面呢有记载最少有三种。第一种呢我们叫做慧者菩萨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根，不同的习惯，他的个性都不一样，对吗？像这种菩萨，他是以慧，就是智慧来修波罗蜜，是最快的。像释迦牟尼佛也是这种，所以他修功德波罗蜜的时间多长呢？20阿僧祇加上100000劫，这是最快的了。所以哪位想成佛的话，最快的就是20阿僧祇加上100000劫、哦、是现在往下，因为从佛陀时代开始，佛陀时代是100岁，对吗？可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是从很低的，就是因为医疗，然后还有哦，你说现在好像不是超过75岁的样子，对吗？对，以前很年轻就、哦、了解，但是我们要平均起来，就是平均全世界的啊、哦，应该是有龙皮认为啦，应该是差不多的数据。也就是说也不是准准的、啊、但是差不多75岁，现在佛陀时代也是差不多100岁，也不是整整的，懂意思吗？ OK， 今晚努力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心愉快，生命光明，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，祝福大家晚安。